就咁嘅，梁校长咧无端端就调咗我去做第二样嘢，叫我唔使跟进直资嘅事。咁啊，摆到明就系想架空我啫。早排啊，我去游说翻独立校董，好奇怪喎、啊，佢哋全部都话梁校长啱啱揾过佢哋，我都未继续讲落去啫，就话唔使讲啦咁。呢件事你点睇啊？咁啊，梁校长识咁多人，俾佢接触先登，真系唔系好出奇噶，嗬。我有冇话你知份游说名单？我净系俾你一个人睇过咋。系咩？即系点啊？即系话除咗你之外，冇第二个人可以泄露俾梁校长知咯。林副校，你放过我啦！我打工仔嚟噶咋？佢俾咩条件你啊？中文科主任，长约。马修转直资，你份长约仲生效咩？我唔知啊，佢系咁样同我讲咯。老 Sir， 我知道你好想安定，但你谂下，出年你唔再系学生会嘅指导老师。以梁校长嘅管治方式，佢仲使唔使对你好啊？系啊系啊，傅华，或者你讲得啱啦。但如果我而家得罪咗梁校长嘅话，咁我系咁先噶啦。与其是但一边，我都系搏噶啦。点解我唔拣个风险细啲嘅咧？如果你系咁谂嘅，我真系对你好失望。咁或者系当初你对我太大期望啫。也陪怡宝康情牵教促，今晚九点半 ，Viu TV。